些年关于朱迅的话题总是集中在朱迅的身体健康上，毕竟有一阵子朱迅的路人生图看着状态不是特别好。那段时间朱迅经常被拍到瘦成纸片人，网友说他气色不好，老态明显。如果说朱迅的气色不好是因为没怎么打扮的缘故，那还情有可原。可是朱迅上台主持后，网友发觉朱迅的气色也没有好多少。不仅如此，大家还发觉朱迅比以往更瘦了，身形单薄，是纸片人身材。就连最近的照片里，朱迅都还略显憔悴，下巴过肩，身材还是太瘦了。这样子的朱迅难免不引网友担忧。最近朱迅主持节目的图片曝光，大家都发现朱迅的状态变好了。图中朱迅穿着一身蓝色的连衣裙，看着精神气十足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虽然不能很清楚地看到朱迅的脸，但是朱迅给人的整体感觉就很阳光青春。网友都说朱迅年轻了好多，尤其看照片，朱迅的小腿线条完美，看着比以前有肉，看样子是长胖了一些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人一种轻飘飘的感觉。这样子的朱迅真是健康阳光呢，希望朱迅能一直保持下去，毕竟健康才是第一位的。